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蛋啊。今天那个天黑了，推大桥来赶海，看那个月亮多圆。这潮水是退的真大呀，全都退没了。然后我穿的比较喜庆，哎，有点嗓子有点疼。那啥，咱去那里边沙滩上都推干了，你看这一点水都没了，咱去里边看看呢。走，带着我小红帽发财呢，今天特地戴眼镜了。走，一上来就有货了，看，看，这是壳还是啥？还是海螺？好吧，一个海螺壳。周围海蛎的皮，一个壳。哎，放下吧。呀，看这活河口大文蛤，大伙儿原谅一下啊！第一次今天晚上没想着来拍视频，但是第一次来拍视频，然后用的设备不大行。没带专业设备来，过两天给大家带个专业设备。看这大文蛤，收下收下，又有货了，大海葵。告诉你，大家怎么通发啊？不能吓着它，这东西吓着它，它就跑了。穿这个衣服是真累，然后给我出来，我怕把我线给撅烂了，给我出来。呀，跑得太快了，逮不着了，撅得不够深，好凉啊！这水喷了我一脸，天哪！看看，哎呀，看看他跑在这坑，大文蛤来对地方了，大毛蛤，失误，大毛蛤来对地方了，真大！你看他跑在这坑，行，今天晚上沙滩上就我俩人。今天肯定能成事。哎，看我看的啥，发财了发财了发大财了，看活的，我上面寄生了这么多螺，还有小猫眼螺，三个，哈哈哈哈，发大财，我的天哪，今天月亮圆就预示着我得发大财。这些小猫眼螺，你看那些小海螺，还有好多小宝宝，哇，这么大，嘿，哇，今天沙滩上可以啊，你看这小螃蟹，放他走吧，还是个海白呢。这亏着我今天晚上戴眼镜来了。咦，看这肉，我以后晚上我得经常来这片沙滩，没发现哈，这么多货，太开心了今天。哎呀，你看他露个小嘴干啥呢？这还露个小嘴透气呢，透气呢，小老弟，哇，这么肥啊，看这些肉，哇，好肥呀、啊！收下，收下，收下！我在游荡，哎，哎，哎呀，行行行，今天晚上光这些海螺就已经得几斤了，得这玩意儿三个三四个就一斤，太给力了！看这肉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又一个，今天真是运气大爆发，运气超级大爆发，不仔细看，其实晚上找海螺好找，比白天好找多了。你看，真的就是它一照，它灯光反射，所以能看到。这潮水退的涨得太快了，那个啥。我发现了，又发现个货。好吧，我从这边就捡不出海螺来，
又是个坑，天不早了，都啥了，都得两三点了，咱回去吧，给大伙儿看收获的，走。哎，这闪光灯照到我眼都看不见，哎呀，给大伙儿看一下吧，这是咱半夜赶海的收获，不过今天天是真好啊，看这些海螺跟石螺，现在海螺市场上涨钱了，老贵了，晚上回家能做了吃了。行，那个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请多多支持，有点痒痒，下期视频再见啊，拜拜了朋友们，拜拜。